青蟹，看，这个是我老公在网上给我买的，搞的是青蟹。我们打开看看，蒸熟了以后啊，好空啊！第一次吃这个螃蟹，有点鸡蛋黄的味道，营养价值高啊！怎么不怎么好吃？我老公说这个螃蟹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可能是我们吃的方式不对吧。反正是特别特别瘦，这个蟹子太瘦了，有股熏草味儿。我再掰一个啊！我提溜着这个螃蟹就比较轻，你看空的，可能是我们还是吃的方式不对。蟹心它也有蟹心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不想吃了。